原来还有，我以为没了。想，好黑，我怎么会来到这里？啊，我记起来了。欸，这里是奇怪，先等要送到前传，不是前传杀青了？我现在应该在度假才对啊。导演呢？导演在哪？记起来了，周望宇和江峰喝酒喝到烂醉了。乱了，完全乱了！你看，汉尼那边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岛。莫急莫急，老弟，你何必惊慌？我们去看看，不就明白了？对了，青玉呢？青玉，她就往回娘家了，估计就是回家玩麻将去了。好，不能加入战斗。青玉，哭个屁哦！为什么你都不待在我身边？哎，真的蛮刚好的。好了好了，大哥，别去想大嫂了，我去把其他人找过来，然后咱们一起探寻那座岛如何？嗯，好。这个情绪转变真快。热血学员，这是什么样的地方？热血学员，多么美妙而神奇的名字，充满了神圣温暖的感觉。异地所言极是，这个名字让我听了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熟悉感，实在是感慨万千。真的吗？真的有这样的感觉？虽然我心中也充满了无尽感慨，但是我还是建议先去探探。好，好，我们走。那就月奴没有，月奴跟彩蝶没有配音，没有对话，我们探索一下就好了。哇，这个西区图，某某吗？妈妈，某某妈妈，来者何人？竟然闯入此神秘禁地？你要擦？这个会是荒月奴的那个前期设定的样子啊？我等虽是女子，但也非等闲之辈。船长见我们镇守此地，曾经说过，除了传说中的神秘大侠之外，不能让任何人进入学院。嗯，我们上。人心嘛，也有可能哦。他打了多长？是吸起来，但我有秘技啊。AS 吹风机，为什么他们可以打败我们？哎，这个很像连心，没错。难道他们传说中的大侠？嗯，一定是的。普天之下可以打败我们的，也只有他了。快带我们去船长那。好。哇，这个是谁的初期设定啊？看不出来，甘童生吗？勇敢的侠客，如同 UZ 魔王的神圣预言一样，你们终于到来。然后这个 logo， 哈哈哈，船长，原来是你啊！为什么装的这么浓、庄重的样子？我们不是经常见面吗？每周坐在椅子上，对着投影仪上，我的样子品头品足的。你认错人了，我们之前并不认识。
哦，那是我记错了。嗯，一定是。哦，你这次来，其实受命运的指引，去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啊，真的吗？有这么重要的任务？我没兴趣啊，我要去找金玉。你仔细听我说，为了让你成为真正传说中的大侠，你必须同时拥有勇气和智慧，这两件大侠才具有的法宝。勇气和智慧啊，果然，那我就是想象中的大侠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也可以成为那样？要怎么办？不是成为那样，而是证明自己拥有。算了，不多说，七曜之力已经维持不了，这个世界马上就崩坏，都快去吧。这真的和世界崩坏有关吗？嗯，那是当然的，这是天地重管的关键时刻。总之，每每在危急的时候都需要大侠。你们快去吧，不要回头。愿风之菩萨祝福你们。好，经过双长这么一说，我也在不经意之间增长了勇气。那我们就快走吧。慢着，你们知道明之大侠的神剑在哪吗？愿闻其详。未来的明之大侠，你如果要寻找明之神剑，就应该想到这样的东西在玄铁方中。多谢船长提点，我就去寻来。你哭个屁呀、啊！叶南天，猫猫，不能对话了。阳光暖洋洋，我心真欢畅。神经病。好，到画面之近，有一个人要跟我们打架。我这有一个很好的玩具，要不要玩玩？不过玩玩具之前，可是要打败我。你想要知道玩具是什么？当然要打过我才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其实我是一个动画人，三国群英角。竟然没有音效。好，答应。AS 飞行工单，弹弓。好，走了。啊，保卫面向是敌人。参照我的超级绝招魔音震脑，是不是头晕啊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这话是忍不住问你，你觉得音乐如何？如果觉得好，那就把我打败；如果觉得不好，那就让我打赢你。不过你可会 game over 哦。嘿嘿嘿，你自己选择吧。好痛。电吉他，哦，电吉他是干嘛用的？电吉他啊，给那个谁用的？彩蝶，我就知道。哦，好痛哦，这攻击！我知道你们遇到人物魔王，他们可算是我徒弟。什么？你不相信？不相信的话，和我打打看就知道了嘛。我的实力吗？当然是比较强了。不过如果不以全力作战，你还是有赢的希望。看过《星球大战》吗？里面天行者拿光剑帅不帅啊？想拿吗？想拿的话就打败我。天使说说说，我被脱离了。你怎么让我脱离啊？
我靠，托利就变废物了。A 是关键，这应该是给江峰吧。好，这边是打完他，拿到 A 是关键。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还有敌人！你们能走到这里，都是我的功劳，我也不容易啊，累死累活就为了这个，千万不要买盗版了、啊。什么？你们想问我和川的关系？这还用说？当然是。不管如此，我和大老板也有关系哦。啊，什么关系？什么？你想要神奇道具？我什么都没有了、啊，不要打我、啊！你们真打、啊？好，真打起来，我也是不会示弱的哦。请支持正版，还放毒打我。没有脱力，我就很容易赢了。A 是蔷薇，蔷薇是给谁的、啊？哦，旭峰。哇！哦，是这个。总是要来到山地路上，真辛苦。你看看我一脸风霜，如果什么好扶贫，一定要给我。第一手是好东西，一个是国中学生们给我的哦，还有香香的味道，嘿嘿嘿，有种令人怀念青涩感觉，你要不要啊？打败我就可以拿到。真笨蛋，来、啊、死掉！好的，彩球，彩球竟然是月奴的武器，淡淡的香味引人遐想。OK， 去去去，里面去，我们也是忙着。大叔，快走！这些人不是好人，快离开这里，这里危险。导演，我会带你上战的。啊？来者报上名来，可是我的传说中的迷之神剑。看到你红色的围巾，我就知道了。大魔王预言过，红色围巾闪耀大地，一把巨剑跨在背后，这个人必将拯救神种，一定是你，叶南天。你们休想从我手里把人救走！你也是叶南天吧？这人怎么长得和我这么像？你是谁？为什么长得这么没创意？啊、天哪！你竟然还敢问这个问题？这个游戏的主角本来是该我演的。我在超级难听选秀大会上获得冠军，本以为出演主角肯定是 no problem， 谁知领导开会却突然不让我演了，肯定有黑幕。你就承认吧，你是不是给领导好处？又这大魔王是不是你家亲戚？因为我不是搞笑游戏的。所以领导们觉得现在蓝天的形象比较合适，我也很喜欢。你喜欢个屁呀、啊、你！天哪，这是什么世道？太黑暗了！我要以这不够的黑暗势力看着到底！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你们这些演员在台前多风光，可知道我们在敲代码的人有多辛苦吗？有人知道他究竟在说什么吗？其实我是个演员，你到底放不放人啊？虽然我很喜欢写代码，可我还是觉得当初如果来演叶南天，这个游戏会卖得更好。这人到底在说什么？算了，摆平他再说。一言不合就开打，还我飘飘拳！等一下你会加一神功，这不合理吧？好，你已经打败我，看来村长交给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虽然我们不是很愿意离开，但是为了正义，我们不得不把这把神剑交给你。
极品飞刀。好漂亮的刀，果然就名字大侠的名字才能配上。不过我们还有智慧的试炼，我们先拿着神剑去找船长吧。我现在准备起诉状，一定要告导演。这到底是？哇塞，还可以削苹果，这么棒！破千了，我的妈！点什么点？没敲过剑，没见过敲奈满的吗？再点个给你颜色看。我靠！来看，吓死人了！哎、欸，怎么样？胖了吧？北七，大家知道这个画面吗？还在我身上戳戳戳，担心我拿你当键盘使。好，不能再看一次了。你们拿到神剑了吗？哈哈，太好了！两个力量的试炼官已经和我讲过了，你身上有着天下人都无法匹敌的力量。现在你需要智慧的试炼，去雨花宫吧，那里有谜题等着你。好，就这样。哦，这个是黑旭凤吗？很伟劲的侠客，你是来接受智慧的考验吗？正是，不过你的声音明明是男生，为什么要穿着雨花宫女的衣服？哈哈哈！这就是智慧呀、啊，无穷无尽的智慧啊！不多说了。现在要开始了，现在你要进一个房间，里面有许多移花宫女，但是聪明的你要从里面找出一个假宫女出来，就是找出假的宫女吗？好吧，来吧。然后呢，将滑鼠移到每个宫女处，就会出现名称。哦，名称是假的。哎，移花宫女，宫奴。哎，在哪里？哦，这里。爱的旋转圈圈。哎，在这里。哦，血车。在这。还有，神经病哦！对，这个一直走路，这个我顶不到他啊！其实我就是智慧的试炼官，你通过了智慧试炼，我终于可以叫你大侠了，请你接受智慧试炼的奖赏。接下来我去找船长，他会告诉你怎么做的。 AA 是太阳人帽。好，站哪？好，我们跟这个讲话一下。不理我。看来我果然没看错，你就是传说中的大侠。下面由我来告诉你一些只有你可以知道的事情。我们本来是异界的水手，就因为船发生故障，中途坠落在这个地方。但是我们那个世界是负责维护你们现在所处的世界，所以一旦我们回不去了，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将慢慢地失控。那我们要如何才能送你们回去？其实说来很简单，只要修好飞行船，我们就可以回去了。但是如同大魔王预言你，
所说的，就红色围巾闪耀大地，一把巨剑跨在背后的迷之大侠，才有可能拯救这一切。原来如此，如果我就是预言中的迷之大侠，那么请告诉我，飞行船要如何才能修好呢？飞行船要修好，现在还需要两个东西，那就是飞行船齿轮和飞行船机油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这两样东西失落在神州大地，早已经不知去向。不过又海神渊那，或许可以找到线索。啊！哥哥啊，你身上这一把好好看的小刀，还有这么帅气的头盔。说的都我有点不太好意思。哥哥这是来陪我看夕阳的吗？这次不是，不过下次一定来陪你。这次我想问，你这有没有听过飞行船齿轮的消息？我想想，飞行船齿轮我没有听过，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个很棒的消息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希望大哥哥帮我捡贝壳好不好？好，我能说不好吗？要捡贝壳，我贝壳王啊！啊！原来按扣板键捡这个贝壳，哇、哦，轻松啊！拜托，哎，之前我贝壳捡那么多个，拜托，我怎么觉得这次好像变得比较难？我捡。好像减500分吧。我先会死掉。完蛋了。冲啊！贝壳王就是我，我会输啊！我觉得我会输哎。哎呦，虽然不多，可是我知道大哥哥已经用心了，那就谢谢大哥哥了。至于飞行船齿轮的下落，我知道一个人会很清楚，那就是机关门主魏无涯。魏无涯吗？他是机关门掌门，应该精通此类事情。太好了，我们快去绿月双塔找魏无涯。魏掌门此时应该不在双塔了，那次拍戏的时候摔伤了脚，从此以后只能轮椅见人了。我想他此时应该神医赛扁鹊那儿做脚部理疗才对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去落花谷会会久违的魏无涯吧。赛扁鹊，你火太大些，外面一刮风，我就算你痛的要紧。哎，常年你从双塔顶摔下来，不死也是万幸。如今帮你治疗，你还要这要那。魏前辈，啊、哦，原来是你们几个小子。当年你们弄得我摔下双塔，害我双腿残疾，如今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当之所为，是非故意，来天在这里向前辈道歉。哼！魏大哥，我们只是前来，皆是为了飞行船的齿轮，不知你有没有听过他的消息？飞行船齿轮？哼，他确实在我手上，但是我凭什么要给你们？如果没有飞行船齿轮，那这个世界崩坏是迟早的问题。什么世界崩坏？天哪，竟然有这么严重的事情。所以魏大哥，请以神宗的命运为重，把飞行船齿轮给我们吧。莲心美丽的秀发在风中飘舞，散发出
缕缕幽香更得魏无涯的遐想。若是年轻小姐亲自要求，我怎敢不为这神州大地考虑呢？魏前辈果然慷慨，这样这样，江某代表众人感谢你。西北偏北，哦，这是《三国群英传》的吗？啊，这是什么僵尸凌云啊？不许拿走此人！爱爱勇是死，原来你们在江湖中也能闻风丧胆的爱勇是死？爱勇是死，爱是人生最美好的东西。心见闻见讲，只要有爱，你的人生就会因此而不同。水道，你们快看，我的右手，我的右手，是不停的燃烧。为什么不是左手？CS9527，很有趣啊！人类内心最原始渴望，人类最值得歌颂的珍宝，我们就是爱。有，是，是。以爱的名义，绝对不允许你拿走齿轮。撒回！你这些小废物！我这么强，不会打两场吧？爱勇是死，是死，是死。简单。AS 真阳帽。竟然能够打败爱死，难道说你不是传说中的大侠？啊，传说中的大侠，那么还要不要打？朝着荧幕做出深情的表情。送死，毕竟是作为暴死命运，这种命运固然悲壮。但千千万万的人还等着我们，我们绝对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，所以还是要打。千千万万的人是谁？大家是谁？弟弟，我心爱的弟弟啊，我们一起上吧！石破惊天拳，跟我脱力了，脱力了！糟糕！哦，脱力这招很讨厌。我输了，我已经想败给你们，难道你就是预言中的大侠？那个披着红色围巾、身背巨剑、传说中的大侠，正是。哈，原来你是传说中的大侠，真的太好了，终于让我遇见你了。其实我们本来是飞行船的船员，却不幸和母船失散。但是因为我们相信明知大侠的预言，于是失去伙伴的我们便决定隐姓埋名在这，一直秘密守护这个齿轮，就是等到大侠来的那一天。结果终于被我们等到了，是这样吗？可怜的船员，辛苦你们了。这里有一件我最爱的防具，请把它带在身上，保证那里顿时英姿飒爽。好感人的故事。是啊是啊，我都被感动得不行了。那大哥，不知道你穿上这身皮夹克以后是个什么样子？好，我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穿上看的。哈哈，太好了，传说的大侠，你终于带来飞行船的齿轮了。其实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暗勇誓死不直接把他带回来？哈
看到你们，我又有了希望，这样世界就有救了。这个世界，不多说了。飞行船都要飞起来，除了飞行船齿轮作为核心之外，还需要神秘的飞行船机油作为动力。好，我们就去寻找。神秘的大侠，辛苦你们了。飞行船机油已经寻找不到了，但是你们可以去找天下最会炼药的人，他一定可以指引你们一个方向。你说的这是上北阙吗？这一切都是谜呀。走，等一下，这段话是什么？别打扰我，我正在沉思。相处的日子久了，觉得邵炳劝这老头人还挺不错的，而且他年纪一大把，也没有家室，让人生疑。可为什么？正因为如此，我心中窃喜。邵炳劝这段时间为我悉心治疗，丝毫没有外界传闻恐怖和变态。莫不是他也对我？我的心为何扑通扑通的跳？如果你心不会扑通扑通的跳的话，你早就死了。邵神医，我们想向你请教飞行船机油的事情。别什么机油不机油的，上次来那个阴阳怪气的人把我这弄乱七八糟。作为赔罪，你得当我实验物件，起码一个月。糟了，要被这样对待，早就不当大侠了。好了，邵神医。我们都这么多年交情了，你就帮帮忙吧。而且事情的命运将和我们目标紧密相连。你应该听说过那个预言吧？红色围巾照耀大地，圣杯巨剑行走天涯，此人必将拯救世界。天哪，我竟然一直没有发现，我竟没发现那人就是叶南天。原来是传说中的大侠。你们说要飞行船机油，其实不难，只要去四海村饭馆拿到天下神油，再来这里用药黄鼎炼出来。哦哦，蛇老兄，你依然还是这么精明。虽然战争在叶南天上跑了，可张长贵还在我们的掌握中。只要四海春饭馆这个摇钱树，我们就会可以永远坐享其成了。哈哈，碧泽神君，你们把张长贵怎么样了？张长贵正在厨房里帮我们做饭。你们两个，快把张长贵放出来！那可不行，没有做完我们晚饭之前，他是不能离开的。那就让我来救出他，救他出来。你们应该很弱吧？很弱。有超弱。蛇行。看来此处并非久留之地，我们快走。阿修，你看你说，你忘记我们背后的靠山了吗？大魔王，快现身吧！谁呼唤我们？原来是碧蛇、哈哈尔两个小子。有什么事情吗？大魔王在上，恳请你帮我消灭这几个人。就是他吗？这个小不点，阿诺斯瓦照。尔等鼠辈还不够给我塞牙缝？好吧，既然我敢被召唤出来，绝不能无所作为就回去。兄弟们，上啊！七星灭绝剑，鞭打你，胯下有勇哥，我快死了。AS 极品雨衣，还有
老婆别生气。绝代麻将传，麻将战，叫我阿诺。哎，江峰死了。输了，为什么我们还是输了？竟然输到这个小物脸手上，这个我们是不是该退场了？不行，不行，难得的机会，一定要多说几句台词。我来讲个故事先。都不要闹了，既然眼前这个人会打败我们，那此人必然是传说中的迷之大侠。看来我们蛰伏多年，终于等到了。黄色伟剑照耀天地，一柄巨剑行走人间，此人必将拯救世界。看来眼前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迷之大侠。好吧，既然我们等到了他，那么证明预言是真的，我们应该回去了。来，大侠，这个东西给你。这么珍贵的东西，给我真的可以吗？这本来就是隐隐的，那叫传说中的大侠，我也不枉此生了。我们是时候回去了，我们回到飞行船去吧。我从小就生活在皇宫，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拖鞋，而且衬托起大哥的英姿，一定更加威武。啥火呀？我看了什么？贤弟，莫要如此抬举我。哈哈，必死神君，你们两个还不快走？以后再也不许欺负张长贵。情势不妙，师兄，我们走，闪！大侠，他谢谢你们啦。张掌柜，你可有听过天下神油？天下神油？没有，我做菜向来直接用代言的葵花油。你代言的葵花油？我没见过这个广告，怎么不来找我代言？啊，开玩笑，当然有。好冷。许多年前，一个神秘访客导游我错，拜托等到迷之大侠到来时，把这瓶油交给他。我在此等了很久很久很久，就等着迷之大侠的来到。今天终于让我等到了。神油，你们拿去。看来接下来就要去神农去找赛扁去炼油了。好，走。然后这是神秘人证的神游，有传说讲此人其实来自印度。好，走。好，吓我一跳，这是谁的手掌？穷的就只剩下钱。赖扁鹊，我们不愿意伤你，快把药王鼎交出来。不，我怎么也不交，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，若没有了它，我就什么也用不成了。别打马虎眼了，我看你想把名字大侠念出飞行船机油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还以他废话做啥？快把这顶抢到手，叫名字大侠就没办法了。红旗下的蛋，这个西居图怎么有点印象？而且这样我们也不用回去啊，自由的日子真好，我真不愿意回去那里啊！住手，谁不许敲动药王鼎？这个人戴着红色的围巾，背着巨剑的身后，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迷之大侠？我被缚住了，靠背。我去当苦命工。我太会听话飞仙，
样打赢了，真的打赢了。竟然被他打败了，被我们所亲手创建的人，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明日大侠吧。我们并非输给他，我们是输给自己的意志。他不正是我们按自己意志所创立的吗？看来我们真的要回去了，回到那生不如死的地方。勇敢的明日大侠，恭喜你来到这里，这里有一件无与伦比的配饰，我现在奉苍天之名赠予你极品跑鞋。好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失踪这么久，老大应该不耐烦了。我们走吧，回去继续那日夜颠倒的生活。哎，天下神药拿到了吗？就在这里。好，你等等，我现在立刻开始炼制。好了，快去吧，大侠。好，机友拿到了。好，应该结束了吧？船长，我们已经把机友和齿轮都炒齐了。太好了，而且我的船员们已经回来大半，是应该开船的时候了。现在齿轮和机友都已经安装好。可以开船。对了，启动密码呢？都忘了飞行船还有启动密码，应该是多少呢？啊，糟了，我记不起来。船长，你仔细想想，启动密码到底是什么？千万不要真的忘记啊，不然结果可是世界崩坏啊！船长，你有什么记忆的线索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线索。依稀记得当年飞行场坠毁，我在千钧一发之际把密码给忘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忘掉？船员呢？船员知道吗？密码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我想起来了，找大嫂啊，那不是可以让我们回到过去吗？只要回到过去，就可以知道密码了。太好了，还是贤弟足智多谋，我们就去奇迹门找青玉。在这里，又是我的青玉一色，不好意思啊，贪财贪财。爹，你又和娘串通一气。碧儿，我找你有点事。没看见我在忙着吗？八万，不好意思，苦了，气死我了。秦玉，我找你有很急的事情啊。什么很急的事情？先让我喝了再说。糟了，青玉的手机查了出名，要他赢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我们把轩儿双方找来怎么样？啊，对，赌爆轩儿双方。好，我们就去行商营地找他。啊，安卓。呀，我去帮忙
哎，不过要玩够我才行。好，玩就玩。等一下，这样是对的吗？靠腰哦，我不玩了。鸡掰的，这已经要赢了。你要等多久？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好，赢了，还好赢了，还好演绎够好。炫大哥，麻烦你。住在青云的上家，一切交给我。半个时辰后，快去看看你家媳妇啊！哎，蓝天，你刚刚想和我说什么？碧儿，你好温柔。碧儿，事情是这样的。事情就是这样。为了得到密码，你可不可以让我回到过去？这个简单，你看着。滴水刻印，时空之雨，石逆。这里是啊，十字流系。丁秋云说，穿越时空的人，除了十字圣女，都会经过这里。那你这次装束一定是传说中的迷之大侠，我们绝对不能让你过去。超魔王，为什么一见到你，我就有种暴风雨前的预感？难道说，你就是传说中的勇者吗？为什么这么残忍？我们已经累到虚脱了，只好来这里暂时休息。你这样做，表面上拯救了世界，可是你却折磨我们的心。快，魔法蝗虫，我要回去见我老婆。哎，人生就是那一碗菠菜汤啊，谁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啥滋味。为了能继续喝我的菠菜汤，传说中的大侠。我一定要阻止你哇！你要大美女是吧？天地之间 ，Oh my baby，Oh my dead body， 不是这个。年龄是秘密啊。免洗手套，我们竟然也失败，败在你这个迷之大侠的手上。我知道你为什么可以战胜我，因为有一种鸟儿是不应该被关在笼子里的，因为它的每片羽翼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。啊、哦，憋死我了，不甘心，不甘心啊！难道我们要回去？你这个迷之侠客。虽说一切是命运的安排，我的老婆，我的老婆，看来我们要到回去的时候了。你过去吧，我们不会再阻拦你了。再等一下，咱们准备那么多台词，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全部说出来。就是就是，我先来。啊，夏侯大哥，难道你连我的话也不听了吗？这个夏侯大哥不是大家想的那个夏侯大哥哦，先跟大家讲一下，
这个夏侯大哥应该是幻想三国志的夏侯大哥。夏侯大哥是谁？我在说什么？碧儿，我们一起吃到老，玩到老。哎，这个台词，这台词不是新建的吗？那刚才那上句台词真的是紫幽城的吗？是吗？哎，轮到我啦！哎，人生就是一碗波彩汤，谁也不知道他是啥滋味，这个你讲过了啦。虽然我今天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被你击败了，但是为了美女和波彩汤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八，什么什么？导演导演，能不能让我征婚启事啊？哎，我性别男啊！哎呀，我来唱首歌吧。吃子蚊子变成超人，保卫和平，保卫地球，保卫太阳，还有银河系。为什么没有掌声？你别带着去，你还不我的小琪琪。最近我打算坐到公司对面的紫金大厦去，顶层正好招租，我还是个名副其实的紫金上人。现在正成真室友中，条件必须是女性，面容姣好，身长160厘米以上，三围。不公平！为什么他可以，我就不可以？谁说可以的？就是就是。于是征婚的两人一起被打晕。哎，其实我也想，想也不可以，想也有罪。那我们还是赶紧闪吧。我们往前走吧。飞行船，启航，家，对，就是这里了。加班万岁。这已经是飞行船的密码了，哈！我们终于得到了。为什么我已经变蓝色了？越南钱，加班万岁！你又是谁啊？天马阿凯，阿凯，慢着，别想这么轻易就走人。哎，他真的是那个阿凯哎，他叼着那个稻草，有没有？致敬火影忍者。No K 则 KB。若 P 则 PK， 非 K 则非 P， 非 P 则非 K， 因为 KP 所以 PK。若想要回去，还要过我这一关。哇靠，在考数学啊！若非则 Q， 看我的 KP 流星拳！你明明你这招，哇，脱力了。哇，好重啊！你们竟然可以打败我，大概是 P 不喜欢 K 阻挡你吧？好吧，这个东西给你，喷射手套。看来我也要回家了。身为飞行船的大副，我得做我应该做的事。祝福你们，米字大小。KPP KPP KP KPP。你现在要去哪里？留下来陪他。为什么去深渊水牢？哦，到了。然后呢，右边箱子上的这个小猪猪。你选他会有一些对话啦，不过算了，我不能用了。壁虎，好，就这样了。
好，算了，其他不用了，就这样。船长，我们找到密码了，密码就是加班万岁。啊，对了，就是他，加班万岁。好，我就开渡飞行船。天地神明，请听我言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加班万岁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反应？加班万岁！加班万岁！密码应该没有问题才对啊，难道是密码不全？疯狂绩效考核，我的妈啊，方案啊，好强哦，那速度也太快了吧。好，打他直接弄道具了。哇，林宇被自己戳死了。打他其实要弄道具，但我想用 V 键的，明天就要给哦，明天就要给这个超讨厌的五路天水，可是我没有五路天水，尴尬尴尬。手电筒。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想不起后半句的密码？难道为贪恋此处的安逸生活，我又回去加班吗？为什么？罗斯启智船长，难道你真的忘了密码的后半句？老祖宗教给我们的，那就是玩玩，就是他，还家万岁！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！难道？真的是我错了吗？我赢了一切，就输给了玩家。大家准备回去加班，飞行船启动，加班万岁，玩家万岁！啊，居然还有动画！感谢他们，后面的声音应该就是他们制作团队的那些制作人的声音了。好啦，星球送到前传包含资料片的 UJ 学员的剧情，然后还有前传都完全玩完了。那些资料片拿到的那些道具都可以去兑换，重新开始游戏就可以拿到那些最强的道具去玩游戏，下一轮的游戏这样子。好啦，前传的故事到这边啦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频道的一些怀旧游戏跟配音的剧情的部分啦。好，就这样。